你真的能见到鬼？你是怎么懂得驱鬼的？鬼的怨气是消不了的，一定要找到源头才能化解。他们帮不了我，就要死。下一个就是你。现在你让我看着无辜的人去死，而不帮忙，我做不到。我真的不希望我这道去做了人，你就去做了鬼。